身穿黑色细肩洋装，原本紧牵着男友的手，看见好友们齐聚庆生，杨子球捂着嘴超惊喜，感动的瞬间流了泪。杨子琼度过60岁生日，由曾是法拉利 CEO 的富商男友陶尚德精心筹备。派对现场是奢华的欧式建筑，众人打扮典雅，其中还有熟面孔。香港男神吴彦祖带着太太现身共享盛举，他化身西部牛仔，穿上黑色衬衫，跟杨子琼搭肩合照成焦点。You say Michelle, I say yo。妈的多重宇宙剧组送上眼球蛋糕，罗素兄弟也送上祝福。镜头转到新加坡，歌手周兴哲也办 party。打扮一身复古，周兴哲日前在新加坡以大亨小传的主题举行粉丝见面会，身穿酒红色西装，别上蝴蝶结，深情献唱师妹郑兴慈，一身长礼服配上高跟鞋，久违的新加坡型粉丝超嗨。人的情却不是爱情，拥有无数交集，要丢弃才可惜。抒情歌外还又唱又跳，环绕一圈跟大家近距离接触，全场沸腾。离开时粉丝排在外面挥手说再见，能够近距离相聚，热情挡不住。更期待下个月周兴哲新加坡再举行的演唱会。 TVBS 新闻上面郑宏廷泰报道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